快乐中文，让我们一起简单快乐学中文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快乐，这两天你在忙什么？我在荷花池，因为我的爱好是拍照，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。真好看。仙禾姐姐，你的爱好是什么呢？我有很多爱好，我喜欢看书、书法、弹古筝、吹笛子和画画。看书、书法、弹古筝、吹笛子、画画。早晨去公园散步，哇，看到前面有一个小蜜蜂了。你的、我的爱好很多，喜欢早晨散步。